三月八日下午，李易峰官方资讯号易峰信在微博发文称，峰哥最近真的很忙，没空跟各位他谈恋爱传绯闻，求放过，并抛出相关绯闻报道图，还在每张图片的相关位置标注一个大大的假，来一一澄清这些绯闻，可谓煞费苦心。李易峰公司此番排雷，让经常猜测峰峰情感状态的粉丝们顿时安心，纷纷评论峰哥还是我的。作为时下最具人气的青年演员之一，李易峰的私人情感生活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焦点。然而网友们在各种新闻稿件的配图中发现，李易峰与这些女星并没有什么过分亲密的动作，甚至有些所谓的合照根本就是通过技术合成的。大家与其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假新闻，倒不如多多期待李易峰接下来的各类作品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